为了公平不偏心，何源竟然这样做。家里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小孩子，就会哒啦，会觉得爸妈会寡色心，寡色心，一定多少都会。从我老二出生以后，有时候我做一些模式的时候，比较 focus 在老大的时候，我就会打我自己一下，说不可以这样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上班这档事。